使用互联网，我们可以用崭新的方式和世界各地的人沟通交流。这样的交流方式有很多好处，同时也都危机处处。每日都有各式各样的网上性犯罪者使用互联网，他们经常会伪装成为其他人，那你就很难知道同你在网上聊天的人到底是谁。在网上交流的时候，可以使用以下三个建议保护自己免受网上性犯罪者的攻击。建议一，相信直觉。如果对方令你觉得紧张或者不舒服的话，即刻和对方停止交流，然后立即话给自己信任的人听。大多数网站和社交媒体网站都有用来报告可疑活动的功能。建议二，尽量不要分享内容。网上性犯罪者经常会企图透过电邮和信息令你分享自己的个人资料，避免和网上的陌生人分享个人资料。建议三，保持距离，和只是在网上交流的陌生人见面之前要三思。网上性犯罪者经常使用其他人的相在社交媒体建立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来冒充其他人，他们看起上来是友善的，但单凭表面是十分之难确定和自己聊天的人的真实身份。如果有网上的陌生人要求和你见面，一定要告诉父母或者你信任的人听，避免自己陷入这么危险的境地。很多网上性犯罪者使用非常聪明的方法来引诱你跌落他们布下的陷阱，不过你都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留意这些网络风险和谨记以上的建议，这样同人在网上交流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